一整晚都在被这些热到沸腾、香到冒烟的家伙包围着。大家好呀，我是聊聊，今天来了鲁迅公园旁边的红口龙之梦。我的手都在抖。朋友圈最近刷了很多次的这家焗海鲜店，我们终于来了，提前给大家试一下。哇，这门头装潢的那叫一个富丽堂皇，一进门你就看到这个硕大的海鲜池，放着的都是一些当天到货的新鲜活海鲜，看中下一秒就可以直接出现在你的桌台上。哎，这擦的眼哇，这浓浓的港式氛围啊，充斥在细节里。几个必点菜看着都想选。我想吃这个。透明玻璃后就是他们的厨房，看得到每一个即将等待上桌的包菜，正在做它的最后完成时。拿点自助的西瓜，我们就开始等待上菜啦。对，先用包热热的红曲米丸子开开胃，里面加了金桂和红曲米，带点醇糯的酒香。小圆子都是颗颗带馅儿的，若隐若现的芝麻呼之欲出。这砂锅上来啊，每一锅都滋滋冒着响声，奶香奶油香。那么足足两只整只的开片鱼头，应该加了一丢丢奶油，所以奶香扑鼻。香是真的香啊，但烫也是真的烫，但感觉包仔吃的就是这一口烟火气。鱼肉炖到软不稀奇，但这个基本上已经入味到夹也快夹不起来了。伴着砂锅的高温，压片鱼头的鲜美和丰腴的油脂直接撕溜一声滑进嘴里。把基围虾盘在一起围炉跳个舞，后背开片都取了虾线，每一只都橙黄透亮，新鲜的不要不要的，仿佛刚刚就从水里蹦出来似的。梭子蟹是江南人的最爱，两只犹如男生巴掌这么大的梭子蟹妥妥的摆放在沙包中央，旋开蟹盖露出白净肥嫩的肉身，连膏带黄。如今六月正是好时节，齿间轻轻一抿一梭，蟹肉奔涌而出。这个螃蟹就是跟我前面 A 出来的那个螃蟹。等等等等等，齿间穿梭的不但有蟹肉的鲜，鼻尖还流动着这黄油特有的香。红烧慢炖过的红艳艳的猪蹄，真是不忍放下的手指伴侣，糯弹酥烂，但又不会过于软趴趴没有型。你看小尾巴还不停的甩尾跳着舞。从凤爪到猪蹄，两种不同形态的脚掌合二为一，轻抿一下就可以脱骨。就没有配米饭，不太行啊！搞错了，再来。哎，对，这样还差不多。你别笑。再淋点赞。哇哦，人间美味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菜太开胃，太下饭，两个人不知不觉就吃了这样满满一整桌。最后主食啊，就用个鲜虾泡饭收尾吧。金黄的海鲜高汤，颗颗分明饱满的米饭，还有这去了壳整块整块的鲜虾仁，都是落在心尖上的一抹鲜。最后问你们个问题，你们觉得年糕应该吃甜的还是咸的？人生